太极拳表演者李秉慈。吴氏太极拳是以吴建全所传为代表，其父学拳于杨露禅和杨班侯，后经改进定价，通称吴氏太极拳。贯穿，力达稍竭。这套太极拳总的特点是动作细腻，姿势舒展，结构紧凑，轻灵柔和，形意并重，虚实变换严格分明。坐身转腰沉胯，前进后退，旋臂转腕，动作过程交代清楚细致，周身协调。Thank you.